以下内容极有可能引起观众不安、反感、耻笑、妒忌、想课金、愤怒、找狂、怒骂、肚痛、想杀人。18岁以下或心智未成熟者，请在父母陪同下收看。Hello，Hello everybody！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系啦，今日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日子啦，咁就奥丁咧终于都技能咧去到 level 9啦，咁即系技九啦。系啦，咁今日咧好重要日子，因为咧嗰时讲过啦，咁我只奥丁升到 level 9啦，个技能 level 9咧就开始进行呢个嘅奥丁大食会，所以今日咧非常之荣幸，我能够开始呢个大食会，咁我本人都系非常之紧张噶。咁我今日咧准备咗有咩素材咧？啊，准备咗有咩食物咧？应该咁讲。系啦，见到一排奥丁啦，呢度总共有37只奥丁，系咪咧？17只，冇错，37只奥丁噶。系啦，咁但系咧，我并不打算咧，将全部奥丁都食晒噶，因为我想留翻5只。係啦 ，spare 咁 ，in case 咧有啲咩情況咧，我要將嗰5隻打到去高啲嘅技能等級啦，然之後喂落去啦。即係我驚，即係最後食曬都升唔到嘅時候，所以都係穩陣啲起見比較好噶。係啦，因為咧有朋友就話啦，佢本身咧就有一隻奧丁啦，打到去技9啦，跟住然之後再將5隻奧丁打到技8之後合落去，咁就係成功咧係即刻去到滿等技能滿等嘅。咁所以咧，呢個都係非常之值得大家。如果你唔係好多隻奧丁嘅話咧，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做噶。咁但係今日咧，由於我有好多奧丁嘅關係啦，這個真係悲劇。係啦，咁話説咧，我啲奧丁都用咗唔少石頭去打嘅，應該就100多粒左右啦。係啦，咁咧，如果呢個方法咧，咁一知道呢個方法嘅話咧，我就應該唔會打咁多噶啦。不過 anyway， 打就打咗啦，咁都要食噶啦喺呢個時候。咁好啦，咁咧今日咧目標咧就係喺30隻內，咁如果能夠升滿咧，咁就非常之好啦。咁如果剩咗落嚟嗰啲咧，我唔知點算，因為咧我自己諗住咧就一隻99咧，一隻1咧，係啦，咁兩即係留2隻嘅，一隻99咧，一隻1咧啦，咁樣因為1咧嗰只要用嚟搏啲跟勝隊啦，咁就唔使咁多血啦。99咧嗰只咧就充滿血啦，配落一般隊都用啦，咁樣，所以我就打算升2隻嘅。係啦，一隻1咧，一隻99咧，咁咧1咧嗰只其實冇所謂嘅，技能有冇都好，不過剩翻嘅話就留餵俾嗰只啦。咁好啦，仲講咗一輪嘅廢話，一輪嘅嘢，其實我自己都好緊張，同埋我心好忐忑啊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咁我要開始個餵食嘅大會啦。騎士奧丁嚟啦噃，白腳馬騎士。好啦，一開始啦，咁我就會進行呢個3隻3隻咁餵啦。咁其實我都解釋咗好多次啦。咁其實幾多隻餵咧都冇乜關係嘅。咁3隻3隻餵呢個方法咧，其實源自 PAD 嘅。PAD 嗰邊咧就有人研究咗呢個方法會餵得比較好。咁樣就落到嚟而家咧，咁都係好多人都會用3隻3隻咁餵嘅方法嘅。係啦，咁咧我都依舊用3隻3隻啦，因為我本身唔係好多隻啦，所以咧。咁3隻3隻咧，可以拖耐啲，個感覺咧好似舒服啲。好啦，而家第一批奧丁嚟啦噃。好，頭三隻奧丁合成，強化完成啊！係啊，多謝頭3隻係冇噶，咁我已經浪費咗10粒魔法石啦，大概。好啦，再嚟多3隻。如果呢度咧30隻都唔升一個技能嘅話咧，我決定打電話去呢個嘅 MH 投訴。6隻都冇升技啦，好啦，佢再嚟多3隻。我相信咧，希望在明天嘅之後嗰啲會升技噶啦。呢個超絕強化唔該升技，升技，升啊！9隻都未升技，9隻都未升技啊 ，OK。今日嘅人品應該都係非常之差噶。好啦，咁我決定用左手去撳啦。咁左手撳可能會有個好啲嘅效果。而家實在自己太激動啦。我平時拍片都係坐喺度拍嘅。今次呢段片我決定企喺度拍，因為我太緊張。嚟啦喂，升技啦喂，升啊！頂，12隻都未升技啦，點算啊？
OK， 再嚟吓，再嚟啦，再嚟，15只，升啊，升一个咁大把，OK， 嗱，好嘅开始，呢个好嘅开始，嗱，我食咗15只，升咗一个几只，再嚟，再嚟3只，18只，升几，升啊！仲未升啊 ？OK， 嗱，我已经所余无几啦。OK， 我已经所余无几啦。嗱 ，so far 用咗呢个第21只啦，我升咗一个几啫。强化完成。嗱，我合咗21只，我仲未升到第二个几。我而家有啲。唉，我啲找狂嘅状态，OK， 唔紧要，希望在明天啊嘛，再嚟3只 ，Come on baby，show me money，OK，、okay, 我而家可以讲系哭笑不得，咁我合咗24只啦，应该，咁我仲未。升到第二個技噶，咁可以講係今日嘅，咁係有史至以來啦，最難升技嘅一次啦。OK， 完美強化又點啫？我唔係完美強化，要技能啊，唔該。OK， 升啦 ，OK， 第二個技 ，OK， 第二個技啫，而家升咗，再嚟。嗱，我仲有5只啫，最後5只，我要留翻5只嚟打嘅。系啦，我留翻5只嘅，咁我剩翻5只，咁我最后一次就合晒呢5只啦。嗱，同我预计嘅其实好大出入啊！我觉得今日嘅人品系非常之极之无限差，先至有呢个状况，仲衰过我之前玩即系入狼同埋月狼啦。OK， 今次系非常之差。咁而家咧技能 level 我哋合咗嘅系大概几多只咧？我都唔记得咗啦。咁啊，頭先37只合剩翻10只，咁就合咗27只啦。開27只，我只係升咗2個技能啫。OK， 咁而家最後5只，真係最後啦，嚟啦吧！呢、這個時候我應該要企喺祈禱。誒，最後5只一次過嚟啊 ！Come on， 一個都好啊，我唔貪心，升一個技能，一個就夠啦。一个 ，OK， fine， 嗱 ，OK， 咁咧都系一个我唔知点形容今日呢一件事啦吓，咁都系对我嚟讲都系非常之心痛啦，我合咗好多只奥丁，但系佢只系升咗3只，升咗3个技能啫，咁我结算一下。咁我總共合咗37-5，即係合咗32只奧丁，係先係啦，剩翻5只，合咗32只奧丁，係啦。咁我只係升咗3個技能，即係平均10只就升1個技能 ，OK。咁我唔知係真係官方調低咗機率啦，定係點啦？咁我自己打啦，其他平時合地精咧升技能升得好快嘅，但係今次咧呢個奧丁咧即係升得好慢啦，合咗成30几只都系升咗3个技能，咁大家如果真系以后啦，如果地狱级系咁难打，而你要谂清楚究竟好唔好咁样打啦，好唔好咁样升啦，系啦，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啦，因为我个有朋友就话啦，佢有一只技能9嘅奥丁食咗5只技能8嘅奥丁咧，就完美升到去15嘅，系啦，咁虽然啦我都唔系好信啦，因为佢话朋友个朋友啦吓，咁我都唔好信啦，不过我觉得呢个方法就比较可靠嘅。系啦，咁咧，大家留待我咧，将剩低嗰5只奥丁练到技能8啦，我先至再合上去，咁再话俾大家听，我能唔能够升到技能15啦 ？OK， 咁咧，今日呢段短片咧，我带住嘅只有无限嘅哀痛啦，同埋悲鸣啦，同埋极度嘅不安啦，系啦，咁原来观众系好开心嘅，系啦，真正嘅不安只系我自己嘅啫，系啦，系啦。
唉，我都冇嘢好講，燥啊而家我。好啦，今日電片去到呢度啦，再見啦各位，唔該大家啊，係啦，俾多幾個 like 啦，呢個係死亡嘅直播。好啦，再見啦咁多位，再見啦，拜拜。